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你放心吧，该回去的时候我自会回去的。不过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三叔。替丹哥，你做的事我能够理解。我想我做的事你也应该会明白。如果没有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替丹哥，我有一件事情想问你。昨天在我房里，你是不是真的舍不得扔下我一个人？你不是把我像石头一样扔掉不管了吗？我知道，一定是宝乐大师告诉你的。佛爷，不可说。替丹哥。 脸色好难看，是不是哪不舒服？要不要我给你请个大夫看看？灵儿只不过是个小丫头，就算是有什么不舒服，也不敢随意惊动公公，更别说叫大夫了。哎，你这是什么话？我什么时候把你当丫头看了？可是，公公，灵儿现在的身份连个丫头都不如。此话怎讲？ 灵儿现在是丫头，不是丫头，小妾不是小妾，进退失据，没名没分的不说，脸上的面子都给丢光了。灵儿真不知道该怎么在这个府里待下去。哎，你千万别这么想，等过两天常喜回来，我一定会好好的补你一场风光的排场，就算是五花大绑，我也要把它绑在你的面前。哎。 此时此刻，灵儿不敢有任何奢求了。公公，我给您换杯茶吧。灵儿，这拓音纸片你一直都是随身带着的吗？啊，放到屋里呀，我怕被别人看到，随身携带反而安全些。 灵儿最近有些心神不宁的，做事丢三落四的，真怕一个不小心被人捡到啊。那么，那颗印章呢？印章？什么印章？就是，就是喜儿那颗。哦，公公放心，灵儿没有辜负公公的调教，这会儿啊，已经放到了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公公也请宽心，灵儿是个知道好歹的人。 虽然眼前有些不如意的事儿，可是灵儿还是一心向着公公和少爷的。我无儿也无女的，你就和我的女儿一样。你放心，灵儿啊，公公我绝对会好好的待你的，你等着看好了。谢谢公公疼爱。哎，这是你用心换来的，也是你应该得到的。如果公公没有事。 我下去给您换茶了。不了，晚上喝茶太多，睡不着。你没事呀，早点休息。明天呢，就晚起一点，我让香丫头伺候我就行了。不，这本来就是灵儿应该做的嘛。灵儿下去了。好一个厉害的小丫头啊，居然还留了一手，得要挟我。 看来他往后还有不少狠招要出手啊！只要一个不小心，我们公家就有可能被他给毁了。
冬青。嗯，冬青。啊，水姑娘。昭宁已经找了大夫来，可是查不出你的病因来。你怎么了？昭宁，你们家大人这两天都是这个样子吗？是啊，就是提不起精神来，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哎，我知道，是相思病。又在胡说什么？没错啊，现在孟大人不是在思念五一姑娘，就是在思念那个小傻蛋。哎，昭宁，这两天你们家大人有没有提起过关于小傻蛋的事啊？没有。不过他倒是动不动就拿起小少爷穿过的衣服在闻，而且还默默地流眼泪。您看见没有，我说的没错吧？他有没有恍恍惚惚的又想起五一来呢？没有，大人再也没有提起过小姐的事来了。哎，冬青，你是不是在想孩子？我知道，我会替你想办法的。水姑娘，我对不起你。现在还说这个干什么？你好好养病，等我的好消息。嗯。傻妞，咱们走吧。哎呦，师傅，看外边，乌漆麻黑的，多吓人呐！是啊，水姑娘，就在府上住一宿，明天天亮再回去吧。嗯，不行。咱们还是得回去，不要再让有心人抓住把柄了。哎，不是我不想了哟，是现在有好多人。知道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哎呦，你个蛋白质啊！就是好多人啊，在说我们坏话。我先走了啊。嗯。公公，请喝茶。啊。公公啊，昨夜少奶奶带着傻妞和孟府的丫头昭宁偷偷摸摸地跑了出去，直到天色快亮了才回来。哦，竟有此事。嗯，大概又去私会情郎了。哼，这种不守妇道的女人居然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做严府的少夫人。哼，这也难怪彭县城的老老少少也都当作古今奇谈在议论呢。哦，那你有什么想法？我若有什么想法，公公会采纳吗？但说无妨。很简单，休掉少夫人，把我灵儿扶正。坐，绣花，你真的决定离开这个家吗？你可得想清楚，这件事儿做了决定，可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三叔，我想清楚了，我愿意下堂求去。绣花，过去啊，有些个事情呢，我误解你了。现在一想到你要离开这个家呀，我就有点不落人，我还有点舍不得。三叔，谢谢你。听了您这么一说，我更是觉得了无遗憾了。您放心，我虽然舍不得离开皮蛋哥，离开这个家，可是
天底下的事，没有一件是永远的。我今天守着这东西，也许明天就坏了，毁了。只要想到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真的也就释怀了，也满足了。皮蛋哥说，这就叫欢喜心，就叫感恩的心。10岁进宫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告诉自己，就算是天塌下来，也是不能心软，不能掉一滴眼泪。可是此刻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呢，感觉心头酸酸的，忽然感到愧对你呀。这才知道你的好，却不得不眼巴巴的看你委曲求全，黯然离去。秋花啊，三叔，对不起你，三叔真对不起你呀、啊。三叔，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我还是会抽空回来看您的，啊。说的是啊，不过。你一旦离开，从今以后我们公家再也不会有安宁的日子过了。三妞，盼回来了，师弟，我们都急死了，爹，走，赶快跟我们走，如果去晚了就来不及了。啊？嗯。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公公手持皇上恩赐的金龙令牌，准备在县衙升堂。我师父为了替病中的孟冬青要回小傻蛋，怕在堂上声明，放弃师弟的原配位置，把正主让给灵儿。我已经下人说你回来了，就赶紧赶过来了。我现在没空跟你说话，喜儿、傻妞，咱们走，再晚就来不及了。走走走，哎，少爷，来不及了，就算是皇上下旨也来不及了。哼，昭宁姑娘，你真的敢用性命来担保？武一姑娘临终前的确请你作证，将未出世的孩子托付给水秀花照顾。以免万家二老将孩子占为己有。是的，启禀公公，如果昭宁有半句谎话，愿意接受惩罚，就算是斩首示众，也在所不惜。好，好一个义薄云天的好姑娘。万德福月娘，你们二位还有什么话要说？事已至此，我也就无话可讲了。哎，不，我还有话说，请讲。公公，上回在严府明明把孩子判给了我，今日为何又反悔了？大胆，此乃关系到我朝律法之事，岂能随便打开方便之门私相授受。哎，可是明明哎呀，还没宣判呢，你猴急什么？搞不好啊，公公啊是在故意演一场戏，让咱们在王法之下更站得住脚。啊，明白了，明白了。水秀花，民女在。方才你表态，你坚决认为万五一的遗孤应该由你照顾，日后才能交给病中的孟冬青。是的。你乃有夫之妇，如何能以此身份留在孟府照顾孩子？
禀告公公，民女虽然不曾念过圣贤书，但却知道一诺千金，义无反顾的做人道理。民女既然答应了武夷姑娘，就需要担当到底。因此，民女愿意再次向公公表明，民女愿意下堂求去，不再做公家的媳妇儿，还望公公成全。好，听判如下：万武义的遗孤，交由水秀花抚养。慢着！此事另有原委，请公公仲裁。此事已然定夺，退堂。早一步回来，来不及了。哎，水姑娘，哎，大人，洞卿，你这是干什么呀？水姑娘，你对洞卿一家的恩情，洞卿就是来生做牛做马，也是报答不完。你千万别这么说，我只是希望你能重新振作起来，在外面做一个好的父母官，在家呢，做一个负责任的好父亲。如此一来，武夷才能含笑九泉呢。是，水姑娘，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可是为了这个孩子，你居然牺牲了那么美满的婚姻，这个代价太大了。让冬青无言以对。此事也不全然如你所说，所谓缘起缘灭本来就是如此，你就不用放在心上了。是，你的好意我领了，今后还要多麻烦你啊。不，相反的，绣花如今已是无处可去之人，我才要感谢孟公子好心收留我。好，不不不，哎，好了，你们两个不要客气来客气去的了。师父，哎，师父，傻妞，你怎么来了？师父，你是不是不要傻妞了？我说过这话吗？那你干嘛不带我一块儿来呀？如果你跟着我一起来的话，那喜儿一个人不是太可怜了吗？啊，不不不，喜儿不可怜，她有公公和师爹陪，您才可怜呢。哎呀，你这个可怜的蛋白质啊，你喜欢跟着我，是不是喜欢我骂你啊？有道是说，打是情，骂是爱。哦，好啊，那我就多给你一点情，多给你点爱哦。师傅，您答应了。孟大人，傻妞和师傅以后就想让您多照顾了，傻妞在这儿给您谢了。哎，别客气。啊，我呢也祝孟大人福通四海，步步高升，鸿运当头，财源滚进。我敲你个蛋白质啊，前面说的还是人模人样的，后来就越说越离谱了。我这是高兴嘛，一高兴就难免说错话。我不管。喜儿啊，喜儿啊，我不管，你别闹了，不管不管不管，我就是不管。你说你说，你要什么爷爷差人上街上给你买去行吗？我就是不管，我要我娘，我要我娘。公公您别着急，坐，我去劝劝他啊。你别过来，离我远点，小心我吐你一脸口水。你公公，长喜呀，你说说他好不好？是三叔。嗯，我要娘。别闹，晚上我就带你去看娘。真的？嗯。说什么呢？这样才是我的乖孙子。哎，长喜啊，刚才你在他耳边说什么了，他就不闹了。这招还真灵，你也教教我。
三叔，这是我们爷儿俩的秘密，可否不说？哦，是秘密就不能说，是秘密就不能说呀。我爹说啊，只要我不闹，今晚就带我去看娘。娘，好想你啊，好想你啊，抱抱我，抱抱我。哎，你真的想我啊？真的。你这个骗死人不偿命的小东西。娘，哎，还有个人啊也很想你，你去呀，去抱抱他嘛，别抱我了，别抱我了。哎，去吧。对不起大慈师父。哎呦，什么大慈师父不大慈师父的，多刺耳啊，是不是啊？还是叫什么皮蛋哥老公啊比较好听啊，还亲切。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别闹了，你们先到昭宁那儿逗逗那个小傻蛋儿，我跟谢花还有话要说。哎，我也有话说了，今晚我跟娘睡，我不跟你回去了。我同意。走吧。去吧。走。坐吧。你住这儿还习惯吧？都住那么久了，还有什么习惯不习惯的？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没想到我才几天不在家就发生这么大的事。你不是说过一切都是无常的吗？下一个时辰会发生什么事情，天底下没有人知道，何况说是几天呢？可是也不能这么快就做决定，说什么也得等我回来商量商量啊。许多事情我不能不做决定。好吧，咱不说这个了。啊，对了，你知道我这几天去哪儿了吗？不是在林子里打坐吗？不是，我去了洛水一趟。洛水？你去洛水干什么？洛水是灵儿的老家，灵儿16岁之前一直住在那儿。洛水？你去查了灵儿的身世？是。灵儿是吴知县和他的小妾所生，实际上灵儿就是仙儿的妹妹。难怪他跟仙儿长得这么像啊。灵儿的母亲是吴知县从烟花楼里赎出来的，吴知县一直以为灵儿的母亲和以往的恩客还藕断丝连，所以发现她怀孕以后就把她给休了。灵儿懂事以后，她母亲给她灌输了很多不好的思想，所以她对人充满了怨恨。灵儿心术不正，拼命地想出人头地，迟早是要惹出大祸的。像这么危险的人物留在府里，你跟三叔如何能防啊？我估计他明摆着要图的是三叔名下庞大的房产和皇上亲赐的宝物。毕竟他跟在三叔旁边，许多事儿防不胜防啊。不行，我得把喜儿留在这里以防不测。你先别着急，万一引起灵儿的疑心，事情反而不妥。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会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化解这个危机。没关系，老虎不发威，把我当病猫。哼，咱们走着瞧，到最后我非要看看谁是老虎，谁是病猫。三叔，您看这儿景色还好吧？哎，我在这宫里啊几十年，白天想夜里梦的都是咱们家乡江南的水上人家以及这民间的风情百种啊。是啊，常喜啊，难得你有心约三叔出来散散心呢、啊。不过常喜啊，你一声不吭的就逃婚离家，我这气儿可还没消呢。
三叔，您别说了，常喜知道错了。哎，算了，过去的事儿啊，就让它过去吧。这也许是天意，也许这样还是对了。怎么了，三叔？三叔，你又生气了吗？哎，你和绣花都在怨我，关于处理灵儿的事情上，我心慈手软，而且还是一厢情愿。啊，不会的，三叔。你不用否认，就连我自己啊，都在生我自己的气啊。像我在宫里几十年，亲眼看了多少勾心斗角、恩恩怨怨，我又亲身经历了多少回性命攸关、斗争抗衡啊！你说啊，我怎么居然会栽在这么一个小丫头的手里呀、啊？人老了，骨头也松了，瞻前顾后，哎，竟然呢没了主意啊！还有，你跟灵儿完婚这件事啊，不管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那你就勉为其难，再听三叔一次，好不好？啊，三叔，我就算三叔啊，求你了，好不好？哎，关于原因呢、啊，你日后便会知晓。常喜啊，请你相信我，三叔还没有老糊涂啊。好吧，哎，还有啊，我要拜托你两件事儿。这第一啊，绣花是个好女人呢、啊，受了这么大委屈啊，那绝对不是一个平常人能够承受的。所以你要答应我，风平浪静之后，想尽一切办法给绣花一个交代。这第二件呢，是关于灵儿的事儿，有什么风吹草动啊，你马上告诉我。哎，这个丫头啊，留不得了呀。站住！你要敢出这房门一步，我就血溅无耻给你看！这是何苦呢？你逃婚离家，让我成了全县城最大的笑话。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换作是你，你该怎么处理？灵儿姑娘，你把刀子放下，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好商量，可以吗？不行，今天晚上我们把话都要说清楚。你自己选择好了，要不我死在你的面前，也算是保全了我灵儿的名声。要不我们不必拣日，今夜此刻我们就立刻成婚。这，快说，我没有精神再跟你耗下去了。灵儿姑娘，你把刀子放下，我听你的。真是菩萨心肠，这就对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爹，喜儿，又看到不该看。喜儿，好小子，来，谢谢。水姑娘，最近我有满腔的感触想跟你说，可又不知道从何说起。你不用说，我什么都知道。你是不是又要说一些感恩感谢之类的话？是啊，看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我更是觉得无疑对我太好了。不但留下了孩子让我有所慰藉，而且水姑娘，你既勇敢又坚强，无疑拜托你关照我，无非是想让我尽快的站起来，不再颓废丧志。所以水姑娘，我要谢谢你。
如果你还把我当成是五一的好姐姐的话，就不要再跟我说这些话了。再说，你就啰嗦了。师傅，弟弟香素面来了。我不是告诉过你，我不吃了吗？哎呦，不成啊！这是孟大人交代的，说您为了照顾小傻蛋，忙的呀也没时间吃饭，所以给您弄点晚餐，补补身子。哎，你先搁着，我待会儿再吃。哦，那我先告辞了，你慢用吧。孟大人慢走啊。师傅，这两天我发现孟大人老用以前看五姨的眼光看你哦。胡说，你怎么开始学着三姑六婆的嚼舌根子了？人家真有发现吗？你傻妞，别人误会我还成，你怎么也跟着瞎起哄啊？我知道错了。哎，师傅，您先吃点面吧。啊、哦。别这么唉声叹气的好不好？烦死了。哎，你搞清楚点，是你先叹气我才开始叹气的。我叹气是我想我那外孙。我也一样，我一想到我那小外孙咧着小嘴巴冲我笑的模样，我这心里头就难受啊。还不都怪你自己，谁让你在公堂上那么心软呢？要不我们早就抱着孙子在花园里遛弯儿。去你的吧，要不是你早早的广种福田，小孙子早就属于我们了。好了好了，别再啰嗦，晦气。我才懒得理你呢。哎呦，哎呀，哎，这日子怎么过呀？走了，老板。想想真是窝囊啊！这世间还有天理吗？想想我堂堂三堂会会长，连个外孙都保不住，现在只能看着人家抱着我的孩子，可恨呐、啊！可恨、啊！客官，请坐。这位姑娘，我没叫掌柜的，你认错人了吧？万老爷，我是专程来找您的。林姑娘，哦不，宫二夫人。我跟你好像没有什么过节吧？您还想要回您的外孙吗？我有办法能让您达到目的，只要你愿意好好的跟我配合。你什么意思？我跟你怎么配合？这里人多嘴杂，说话不方便，万老爷方便一驾吗？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我对金石啊不感兴趣。万老爷，您不是一直想把万小姐所生的孩子带回家去跟您姓万吗？这个东西可以帮您心想事成。这是前朝太子的遗物，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的确是前朝太子的东西，不过不是遗物，而是证物。你说是物证？对，这就是唯独可以证明喜儿真正身份的证物。啊，你是说水秀花的干儿子喜儿他是前朝太子？哎，这饭可以乱吃啊，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只是窝藏前朝太子，那是灭九族、谋反的重罪呀、啊！你不要命了？我就是要命，而且想活得更好，所以才向万老爷提出这个合作计划。合作计划？你要跟我合作什么呀？我想请万老爷代为举报水秀花窝藏前朝太子的事实。举报水秀花？那好啊。哎，这行不通啊！你不是才嫁给假和尚龚长喜吗？啊，喜儿可是他跟水秀花的干儿子，要是出了事儿，你不是也脱不了干系吗？你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水秀花让你来讹我呀？哼，就凭他也能使唤得了我吗？万老爷，我们俩各取所需，我要的是喜儿的命，而你要除掉的是水秀花。万老爷，至于我自己如何保身，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就不劳您费心了。若是能有机会把我那宝贝外孙给抢回来，那是再好不过的事儿了。不过，万老爷，机会不在吗？只要水秀花犯了案，也就没有任何人阻止您带走孩子了。哎呀，我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哦。哎，你要不澄清我这心里的嘀咕啊，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你的。想知道我的计划？这个告诉你也无妨。只要我先设计水秀花带走喜儿，然后再举报朝廷，半路阻截他们，到时候自然我们谁都不会受牵连。好毒的心计啊！幸亏啊，我没有得罪你。所以千万不要得罪女人。哎，这事儿太麻烦，不能干。要是上报朝廷，弄不好，岂不是惹祸上身吗？哎，算了。慢着。嗯。万老爷，这件事不但不会惹祸，而且还有不少好处呢。金银财宝赏识不说，搞不好您还可以晋封加爵，摆脱平民身份，跻身朝廷。啊，这么平白的弄一个朝廷的身份，那倒也是光宗耀祖的事儿啊。啊，保乐大师，阿弥陀佛。你说我这戏该怎么接着往下唱啊？只要不下台，不就能应付得过去吗？啊，无论唱的怎么黄腔走板，只要不下台就对了。对对，没错。可是眼下摆着的是灵儿这一关，我真没想到会如此棘手啊。你是说他已如飞蛾扑火般把喜儿的事弄得不可收拾了？还连带关系着三叔和绣花呢。你可别忘了，你才是真正的关系人。无论是喜儿、绣花和公公，他们的是与非都关系在你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你可得好好玩啊。其他的事儿我都没问题，唯独一牵扯到绣花，我就……你就乱了章法。既希望他过得好，最好离你远一些，有牵肠挂肚的在意，他是否真的会忘了你是吗？在保乐大师面前，我真是无法遁形，我所有的心思都被您看穿了。被我看穿有何用啊？要你看穿自己才能大有用处啊。千户大人君见，草民万德福，查知前朝余孽，朱文奎。谁呀？是我。啊啊，来了来了，快点儿。哎，这来了来了，开门呐！来了来了。哎，你在里面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我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没做什么啊？没做什么，你把门窗关得严严的，
搞什么鬼啊你？我受了点风寒，我不能吹着风。哎，你在写什么东西啊？没什么，我练练字儿。练字啊？哎呦，你什么时候变得风雅起来了？你一不仅仅赶考，二呢字练得好，进账又不会多一些。你刚才不是还说你身体不舒服吗？你给我拿出来。什么呀？拿来呀。这个拿来。别撕破了你。告诉你，我受折磨的心，因为爱着你，为爱而恐惧。什么是真爱？有没有期待？靠近你身边，温柔又心甜。爱曾经那么的冷，爱曾经那么的疼，我总是绝望的绝望的等，希望有个人来爱，付出又怕伤害，只好拼命把爱藏起来。你的吻那样的真，你的话那样的真，爱情的花已经要盛开。如果你和我有相同